啊，我们呃，啊《论语》的学习啊，我们一开始、啊、主要的主题啊，是《论语》中的五伦之道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是先讲父子啊，尤其呀、啊 <coughs>，谈我们为人子的、啊。 啊，怎么孝顺父母？啊，那上一节课呢，我们谈的是为师啊，这是师生之道啊。但师道啊，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哦，所以虽然我们前面研讨了几节课啊，啊，现在进入探讨师生之道啊，啊，但。 已经研讨过了，我们放在心上了、啊。好好去解心相应。哦，我们一开始的课程呢，先跟大家谈了啊，传统文化的基本教义啊，《大学之道》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。 等于啊，我们所有的学习啊，其实每个当下都是学习啊，啊，都是为了明明德，就自爱，提升自己啊，清明，爱他啊，护念别人，帮助别人。 止于至善，叫自爱爱人圆满了；自觉觉他圆满，止于至善了。哎、okay,，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刻啊，都用在哪自觉觉他、自爱爱人。哦、oh,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每一天都觉得很充实啊。 啊，假如我们生活当中，随顺的情绪，啊，随顺的烦恼，啊，爱不了自己了，啊，自己随着情绪七上八下了，这不自爱了，好、啊，那情绪呢，又会影响身边的人呢，就不能爱他了，啊，我相信发现这样的情况啊，没有人愿意呀、啊。 继续是这样的情况、哦，所以学习就很重要了啊！怎么学的理智，不感情用事啊，不意气用事啊！啊，这个功夫啊，都要下在每一个当下了啊！啊，那我们要学习，我们先树立一个目标。 啊，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学贵立志啊，立定志向。啊，佛家讲啊，发愿呢，啊，这样我们有力量啊去改过 <coughs> <coughs>。啊，在学习内容上啊，这个第三个部分啊，啊，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啊，第三个部要部分学习的内容，啊，那不离。 伦理道德，因果了啊、哦，所以我们首先学五伦了。好、哦，那五伦以父子关系啊，我们先探讨、研讨啊、哦。但学了之后啊，要放在心中啊，去落实啊、哦。所以，我们前面谈的啊，学习《论语》应该先建立的态度观念。 第四个大的部分就是学习的次序与方法，啊，这个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这个是解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更好的去落实，这笃行。好，哦，那今天刚好是父亲节喽，嗯，哦，那不知道大家落实的如何？哦。 哎，这个是要自己去检查、检查、勘验呢、啊。啊，那可能我们已经上了年纪了。啊，那我父亲不在了。啊，父亲不在，还是可以行孝的。事死者，如是生呐。啊，父亲要关心的子孙呢、啊。 哦，我们很好的去照顾他们，这告慰父母啊，在天之灵啊，啊，在极乐世界啊，老人家很安慰啊，还会放光啊，加持我们了。哦，所以佛法是圆融的，不会让我们呢留下人生的遗憾。只要有开始了。 只要绝了，啊，不会遗憾。啊，危机都可以变转机啊，悲愤都可以变力量啊，所以绝很好啊，啊，绝了，日日是好日啊，时时是好事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。 哦，所以，啊，这些重要的日子，啊，我们都要抓抓住这个机会点去落实，啊，当然不是平常不用落实啊，啊，都都要的啊，啊，在特殊的日子，啊，总要有一点表现，嗯，啊，不然平常呢，啊，可能父母也在忙啊，也在工作啊。 哦，那我们进入啊啊第二个啊为师之道啊为学之道啊啊、哦哦、那韩师外传提到了啊智可以为泉源呢，智慧像这个河流的源头一样啊，哦那个水一直冒出来、啊。 自如全源，啊，行可以为表仪啊，啊，他的一言一行可以做表率啊，人师也啊，哦，这是经典给我们了，老师的标准呢、啊。啊，师说说的，师者所以传道，哦，随着这句话，哎，道我懂了嘛，授业。 这个学业、家业、事业、道业，我知道怎么经营了吗？怎么修了吗？啊，解惑也。哎，我还心里有没有疑惑啊？啊，自己还有疑惑，能解别人的惑吗？啊，所以自己呀、啊，用这些京句一关照啊。 自己离当老师的标准没达到。好，哦，那啊，一些同学们啊，信任陈德，好，那信任也是一个缘分。哦啊，陈德也很珍惜这一份信任。哦，但自己呀，啊，修行人，我们说面对境界要清楚啊。 首先，面对自己要清楚吧，啊，才能清楚更远的境界。哦，所以呃，看看这个“天为人师啊”啊，哦，还有太多方面了，要好好提升的。哦哦，所以也是感谢大家信任啊，让承德啊。 啊，能够常常呢跟大家一起共学，啊，也希望教学相长，啊，啊，当然我们也不妄自菲薄啊，啊，也要给自己信心，啊啊，尤其啊《无量寿经》当中啊勉励我们，啊，人有自心求道，精进不止。 会当克果，何怨不得？啊，我们今天持《无量寿经》就是要学阿弥陀佛了。哦、啊，阿弥陀佛发的愿是：啊，我立誓愿，都胜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得否？啊，老和尚讲到这里说了，啊，他以前呢最佩服六祖了。 《六祖坛经》里面，啊，六祖见五祖，啊，五祖问：“你到黄梅来做什么？”啊，六祖马上说：“我来求做佛。”啊，这个气概啊，老和尚非常佩服。后来读到《无量寿经》，哇，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愿呢、啊，哇，更不得了了，啊，不只是求做佛啊。 是超过一切诸佛哦！那我们看到世间自在王如来啊，看到学生有这种志向啊，还勉励他啊啊！有自心求道啊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克国。啊！所以阿弥陀佛发愿超胜诸佛啊，都做得到了啊！我们发个愿，好好做个老师。 啊、哦，这个愿应该是可以满的，好、哦，只要肯努力啊，都能满了。好、哦，而且我们学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就是做阿弥陀佛啊。啊、哦，你看净土宗，他首先要信什么？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。 啊，净土即此方啊，此方即净土啊！啊，用密宗的说法呢，啊，本尊就是阿弥陀佛啊,啊！那修学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成为本尊啊！好、啊，啊，所以性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！ 啊，我们首先要相信自己啊！啊，应该也都跟大家聊过啊啊，陈、啊、德自己成长的过程呢是比较没有信心的啊，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才华，嗯，好、啊，基本上比赛啊都不会找我。 哦，后来 <laughs> 有找我的机会啊，都是什么机会呢？找不到人了。哦，你看我到师范学院去啊，四百公尺接力啊，哎呀，我参加了啊，第一次参加跑步比赛，四百公尺啊，为什么只有四个人了？啊，总不能让自己班上啊没得参加了啊。 所以啊，这个信心一直很不足啊、哦。那后来学佛了，哎，我有一个善根，相信什么呢？相信啊，佛不会骗我啊，古圣先贤不会骗我，老和尚不会骗我啊，因为我也不想骗人啊。<laughs> 那他们的德行比我高那么多，更不会了。 哦，哎，有这个信念呢，啊，对他们的教诲不会怀疑，啊，尤其听到啊，老和尚常讲的。啊，佛开悟第一句话，啊，奇哉，奇哉，一切众生呢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哇、哦，那当时候听着这句话啊，好像有一股正能量。 啊，就进入自己的身心了，啊，哎，但以妄想执着啊，不能证得，啊，哎，这一句教诲啊，寒舍的四十九年的教导了，啊，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教啊，从这一句流出来，要回归到这一句。 啊，你看佛法很圆融啊，一即一切、啊，一切即一啊，啊，一多相融啊。哦，那这一句里面有两小段呢、啊，啊，第一句是有如来智慧的德相不自卑了，啊，这个信心建立在真理上了、啊，啊。 啊、哦，所以，哎，我们也要去体证呢、啊，啊，自己的中文是最差的，但是心念转过来了，好像那个障碍就减轻了。哦，本来我看到文言文都有恐惧感的、啊，啊，顺着老和尚的引导啊，啊，这个恐惧感转转成一种惭愧了，啊，对，忏悔了，对祖先的忏悔了。 啊，留下来全世界最好的宝贝了。哦，老和尚常说，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文言文啊，汉字文言文，把文化留下来了。不久的将来啊，这个文化会照亮全世界的。怎么照的？我们在座的诸位的星光啊。 我们的真心提起来了，哦，这个光就射出去了，哦，那老和尚用他的真心，用他的佛光啊，启发我们很多善根、啊，哦，那薪火相传了、啊，我们的星光被老和尚点亮了、啊，哦，我们这一盏心灯呢、啊。 要去点亮更多的人呢，哦，所以这前半段呢不自卑了，哎，越不自卑，你做着做着，哎，越有信心了，啊、哦，本来中文不好，哎，越跟大众分享啊，啊，自己的程度就开始积累了。 啊，也印印证什么？哎，你才法布施啊，得聪明智慧啊，都离不开因果啊。哦，所以有同学说了：“哎呀，我现在学的还不够啊，好、哦，等我以后学很多了啊，我再来分享啊。”哎，哎，我们求学的目的是。 求智慧呀，啊，智慧要修因得果啊，你要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呀，啊，你都要期望未来啊，那这个果啊不一定求得到了，要在当下去落实种因呢，才能得果。 而且、啊，不是说哇，他学了十年二十年了，他出来做法布是最殊胜的，这是向上啊。哦、这个两文钱的故事啊，真的值得我们好好体会了。两文钱向上多吗？不多啊。 是他尽力了，哎，法布施也是一样啊，你只要尽力了，这个法布施就是圆满的了，啊，甚至于有可能，啊，由于自己的法布施、啊、启发很多人，哎呦，他也敢出来，哦，那我也敢、啊，<laughs> 哦，就像林堪志。 老居士，当时都六十多岁了，小学毕业、啊。老和尚看到他，很感动啊，真心能感动人，不是说学问很大感动人啊。好、哦，那佛这一句下一段，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 啊，前面让我们建立信心了，不自卑了；后面呢，让我们不能傲慢了。为什么？虽然我有佛性啊，我自己的分别执着妄想还很多啊。好，那知道自己有佛性了，不愿意再作践自己了，要尽力把它恢复了。啊，《劝发菩提心文》讲的。 尊重己灵了，啊，尊重自己的佛性了、啊，啊，那也佛的一句话就很明确：修学的重点在哪？啊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了、啊，啊，在什么时候放呢？六根接触六尘的每一个当下的境界，一关照到了。 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一观察到了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我怎么可以起这个念头了？啊，这个念呢就转过来了。啊，这也就是落实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说的，啊，不着色身香味触法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啊。 啊！但要意念诸佛所修善根呢、啊？啊，那代表了我们祖师代人接吻、啊、都想着诸佛怎么做的啊？尤其阿弥陀佛怎么做？啊，无量寿经呢，就是阿弥陀佛了。啊，这个是知止啊，我们止于阿弥陀佛效法呢。 啊，每一天就会发觉很多不足，很惭愧啊！啊，那知止而后有定啊！你都是这样在思维了，烦恼习气呀、啊，慢慢了就淡了。啊，我立志学阿弥陀佛，就有力量了。 啊，德比于善啊，则知此。好，好，那信为道人功德母啊啊，这句话我们要多去体会它。嗯，啊，那讲到这个为师为学了，啊，这个信也很重要啊，我们看到。 颜回学的很成功，啊，他对老师、啊、信心十足，啊，他对真理啊也不怀疑，啊，所以他说：“顺何人也？啊，与何人也？啊，有为者亦以若是啊。好、啊，那像我们上一节课学到的。 移封人请见啊！这个在宜地啊啊被封的官员呢，要见孔子了啊！你看他见完孔子之后啊，他告诉孔子的学生呢，啊，啊不用担忧啊。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啊！天将以夫子为目睹啊！啊，夫子的教诲啊，能唤醒众生呢、啊。哎，他这一句话证明了哦，<laughs> 你看，上下五千年呢、啊，靠的是孔子的教诲啊！啊，先孔子而圣者。 非孔子无以明啊！啊，没有孔子呢，尧舜禹汤我们不认识了，更谈不上他们的教诲了。啊，后孔子而圣者，非孔子无以法。孔子以后的圣贤人以谁为榜样啊？以孔子，尤其他老人家。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，啊，学而不厌、诲人不倦的精神，啊，我们要效法。啊，我们学习呀，啊，要神交古人呢、啊。 啊，神教了古人以后啊，啊，比方说我们教孔子啊，神教孔子以后呢，孔子的精神跟我的身心啊，就融成一体了。哦、啊，近代有一位圣泽人学的很好啊，王凤仪老先生。 哎，他听一个，他好像不识字啊。啊，他听一个圣贤的故事啊，那个圣贤人的忠孝德行的精神啊，完全跟他融在一起了。哦、啊，比方说听完这个人很忠啊，哇，他从那一刻开始啊，他对他的老板。 他无所求，他是尽力做，啊、哦，结果呢，他的老板就觉得他太可靠了，啊，他往后人生很多好的姻缘际遇 <coughs> 就出来了。啊、哦、那王老先生办得到了，啊、哦、我们每个人有心啊。 都办得到了啊！诸位呃法师同学们啊，啊，我最近对治的一个习气啊,啊，叫啊不要逞强啊呵呵哦哦，所以最近因为有点咳嗽啊。 啊，这个不能着在以前的习惯啊啊，以前习惯一讲课呢，一个半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也没想过要喝水，嗯，哦，那那不能执着啊啊，现在也顺应目前自己的状况，嗯，好啊，因为这个从小妈妈就提醒了啊，太好面子了。 这样就会逞强，啊，哦，那我们读到这些句子，再拉回来自己的师生关系啊，哇，真的，老和尚慈悲、苍生呢、啊，他的行持真是效法佛陀啊。 学的很像啊，效法孔子啊，油画周游列国啊，啊，我们常常觉得很幸运呢、啊，啊，比方德尊普贤第二，哇，你看那普贤行那么高，读着这些京剧啊，行大悲，名有情，演持变，说法眼。啊，啊。 这些句子境界都很高啊，啊！但是呢，一想到老和尚啊，就觉得这些句子呢，挺亲切的，挺容易理解的。哎，读《论语》也有这种感觉呀、啊。看、啊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哎，人家其他国家的内政啊，啊，啊这些。 都不会对外讲的。为什么孔子知道？人家信任他啊、哦，那是他修养啊啊！为什么问他？因为他有智慧啊。哦，呃，包含我们读这一句：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啊！”哦，所以老和尚一生的一代十教，甚至于是。 对这个世间所开出的救世良方，啊，我们当弟子的都要清楚啊，才能配合他老人家的教化了。啊，这个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上了。啊，你看佛陀涅盘了，涅盘以后呢，佛法更。 广的弘扬开来哦，比佛在世的时候更殊胜了。我们要知天命哦，这个就是天命了啊！这是我们的师生缘呢，是传统文化弘扬的缘呢，我们得看清楚了。 我们在家庭有使命啊，我们的单位、我们的行业有使命啊。每一个行业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振兴道德，商业要有商道，医学界要有医道，老师要有师道。靠谁振兴啊？人人弘道啊！ 靠我们，在其中的人啊，这都是天命啊！哎，我们在传统文化，我们的身份也有天命。我们是佛弟子，我们也有天命啊！真明白了，觉得该做的事好多啊，好的不容易浪费时间了。 啊，假如觉得嗯，好像都不干我的事了，那就东摸西摸啊，这时间就流掉了。哦，那我们学的第二句啊，就是孔子是沉传道统啊，啊，第二句里面提到了“子谓于匡、啊”，那个传道的人也会遇到困境啊，挑战呢、啊。 这正常的哦。那佛陀、孔子都给我们好榜样了，包含老和尚，他们都给我们表演了顺境啊，这个逆境恶缘呢，快速提升了。啊，李老也说了啊，这个困难越大，功德越大啊，欢迎困难，欢迎困难。 啊、哦，黄念老也说了，修行的路上啊，要打碎再造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四个字啊？哎，啊、哦，假如听过了，哎，回想回想，嗯，我有没有打碎的经验呢、啊？嗯，打碎之后啊，要做哪一个动作啊？ 捡起来，把它拼好了，是吧？碎 <laughs> 了吗？一片一片，啊，慢慢拼起来，哦慢慢恢复信心呢、啊。啊，这个都是必经过程啊。啊，是自己打碎重造啊，不是去打碎别人啊。<laughs> 啊，是横顺众生啊，不是众生都要顺着我啊。 这样修颠倒了哈、哦！哦，那孔子在陈才绝粮，这都是很厉害的逆境啊！啊，但哎，孔子在逆境当中随缘妙用，哦，让所有的弟子开了眼界了啊！几天不吃饭还能讲学。 哦，还能弦歌不断，振奋人心的功夫了啊！他威仪住持有则得，啊，这么大的逆境恶缘呢，以身作则啊，这个怨呢都没有退啊，柔和直子摄身德，你看也应每一个学生提问。 抓住这个机会点呢，点拨学生啊！你看子路来，这个这个君子亦有穷乎是吧？啊，君子也会遭遇困顿吗？啊，孔子说君子固穷啊，还在《孔子家语》里面讲的更仔细了，举了好多古圣先贤，你看他们也都是遇到困难啊。 啊，周文王不是被关起来吗？啊啊，好多例子了。但巧人穷思滥，啊，小人面对逆境恶缘，他变节了；君子不会。哦，那那几天当中，如何直指受生得啊？ 啊、哦，那也是普代众生受苦的啊！要不是众生的这些供业，夫子何必如此呢？他看着礼崩乐坏，他不忍心啊！啊、哦，所以夫子要离开的时候，啊啊，这楚国军队来了，解围了。 啊，那个子贡，哎，也点拨到子贡了。啊，看子贡架子车，哎呀，希望我们以后啊，不要再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了。嗯，哎，孔子嘛，说我不这么认为啊。哎，看孔子的言语很柔和吧，他没有跟子贡说你错了。 孔子说：“我不这么认为啊，啊，我有不同的体会啊，啊，然后说到了，啊，他相信啊，啊，这些天呢，跟着他的学生呢，啊，他的毅力韧性会更强，啊，他的志向会更坚定，啊，所以《孔子家语》里面说的。” 哦，庸之其非，激愤立志啊，之死于事乎哉？就他更坚定的志向啊，有可能在这个经历当中，更发出来了。哦，更不动摇了。哦，哦，那可以写一篇论文研究啊，陈、哦、蔡绝粮，这些弟子们后来的成就如何？ 哦，哎，这篇论文应该应该蛮值得写的。<laughs> 哦，而且这个叫印证夫子的话，嗯，哎，这样的论文蛮值得写的。哎，这个会会给后世信心的。好、哦，那我们接下来啊、哦，前面两个句子啊，啊、哦、是。 这个为师的意义啊，<coughs> 沉船道统。啊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部分呢，是为师的心境。我们翻到啊两百零九页啊。 这个老师呢，他也展现了啊，是立志。啊，因为志不立啊，天下无可成之事啊、哦，所以夫子啊，一有机会啊，机缘成熟啊，啊，就问学生啊，啊所以这一句咳咳我们看到。 颜渊既入室，啊，那子曰：“何各言而至啊？”啊，我们看到子路都是第一个说话的，很正直啊，很直率，啊、嗯。啊，这一般老师啊也很喜欢这样的学生，啊、嗯。 愿车马衣轻裘啊，与朋友共，避之而无憾。好，那颜渊曰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”啊，那子路曰：“愿闻子之志。”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。” 少者怀之，好，好，啊，在这里啊，啊、呃，这个插播一段，啊，啊，我们是日知其所无，啊，哎，以前没学习过的，啊，好好来学，啊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啊，学过的要复习，要落实。 那我们这个啊，父子之道学过了啊，但这个行孝啊啊，我们也常常看看啊古人聊的教诲啊，或者他们的榜样啊，有一部书啊，李之树先生呢写的。 叫《孝经内外传》啊，这蛮大一部啊，啊、哦，那这个记录了很多啊有关孝道的教诲，啊、哦，还有事例，啊、哦，《二十五史》里边这些行孝的故事啊，哦，其中，啊、哦，这个我们汉学院同学啊，他。 在写这一方面的论文，嗯，哇，那我刚好听到他分享，我也学习到了啊啊，学习到了，要马上供养给大家，这样我才不会忘记呀、啊。啊，这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我不够聪明啊，不够有智慧，我得多修一点法布施啊，啊，而且要把法布施啊变成习惯。 哦，那大家听这一句，不要听执着了，法布施变成习惯了，不要变成好为人师了啊、哦！<laughs> 你法布施变成习惯，跟讲话要看场合，要看时机成不成熟，这两句是不冲突的哈、哦。哦，不能听到一句的就入无人之境，冲啊冲啊，啊都搞不清楚这个时机对不对了。 嗯，到头来啊，人家说你怎么都不看场合说话啊，啊然后还很委屈的说：“陈德法师说的，要把法布施变成习惯啊。”哦，那我就阿弥陀佛了啊。哦，所以讲话有时候要补两句啊，哦，不然到时候我不杀佛人，佛人却因我而死了。 哦，呃，自己讲的话变成人家的执着点了、啊，把人家给误了。啊、哦，我有一个同修啊，啊，他很热心啊，结果呢，啊，什么活动他都参加，啊，自己也累得够呛啊，家里的人呢、啊、都很担忧了，啊，啊。 啊，我了解到这个情况，啊，我就给他打个电话。我说：“啊、你工作已经很多了，怎么这么多公益，你都报名呢？”啊、要问一下哦、啊，不能一通电话劈头盖脸就批评人家了，是吧？哎、啊，我们有时候啊，哎，听到些什么了，就觉得他错了，啊，一通电话就开始批评了，这个不妥当。 因为我们只看到外面的行为啊，并没有理解到人家的心，人家的考虑是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人家孟子说：“鱼其好辩哉，于不得已也、啊。”呀，他在那个时代是非不明了，啊，你不去了解一下孟夫子的考虑啊，只说：“哎呀，你你太好辩了。”那你就误会孟子了。 哦，所以都要先问清楚。哎，我们也有一种习惯呢、啊，心不够安定，浮躁，一听到的什么呢？情绪就起来了，然后见人就说，啊，对方可能一听你的口吻呢，啊，就不愿意再解释了，不愿意说了。好，啊，那我问了这个同修啊。 他说：“你不是说见到了就是自己的责任吗？”你看，最后还是我错了。<laughs> 你看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！哦，原来还是因为我说的话，他才这么干的。<laughs> 哦，哦哦，所以事依法很重要啊，事依法很重要。 依义不依语啊！啊，依这一句话的义理，不能依他言说的表象啊！哎，见到了是自己的责任了、啊，这是一种心境。可是不是说每件事都要你亲自去做啊？那你不趴下来是不可能的啦，是吧？哎，有些事。 我们可以请别人呢，请佛助事去做吗？啊、哦，别人的缘比我成熟，我请他吗？哦，啊，那都要这一句跟度德量力啊，不冲突的哈、哦，法法是圆的，它不冲突的。 啊，假如有发现呢，你现在做这一句跟那一句冲突，你这个理解啊，可能不是很圆满的。嗯，啊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啊，都要在这种啊两难当中，才能锻炼出我们落实经教的灵活、圆融、活泼。哦，所以当你出现两难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困扰。 哎呀，锻炼我的机会来了啊！你不浮躁啊，静下心来，可能就能想到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哦，我们有个同学啊，他们就分享到了哦，那、啊、本来都是住在团体里啊，啊，现在自己啊出来住了啊，出来住啊，哇！ 疲劳之感恩呢？啊，本来被团体照顾啊，现在全自己要包了。哦，那都是大众支持他们呢、啊，所以这个钱要节俭。啊、哦，节俭之外啊，还要营养。你不能过了节俭呢，没营养了，到时候要吃吃的这个面黄肌瘦啊。 人家说不要吃素了啊、哦，那那不行，<laughs> 哦，要节俭，要营养，还要煮得快啊 <laughs>。为什么？呃，读书时间呢不是很多了，哦，这么多英式同时都要记住，哇，这样磨下来啊，这个脑子可灵活了，嗯，对呀，然后包含连电灯都要。 换成最省电的那个电灯哦！你看，一个人在实践的时候啊，他会有很多的学习体悟。好、哦，好，好、哦，那刚好啊、呃，我们同学啊，他以《孝经内外传》啊来写论文啊。哦 这个最近啊，我们同学们非常的充实啊啊，看他们不死一秒钟空过啊，不死一句话空说，嗯啊，因为啊，七月份呢 <coughs>，我们要举办了、啊、跟成功大学的学术研讨会、论文发表啊啊,啊，那很多同学都参与了。 啊，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呢，把论文写出来了。啊，因为成大呢，老和尚啊，啊，也跟成功大学合作，啊，致善基金会啊，跟成功大学合作，已经五年了，啊，也培养了不少啊硕士、博士生。啊，那七月份呢，啊，他们有一些代表啊。 到英国来啊，我们两间学校啊举办这个啊论文发表啊，所以大家积极参与啊，啊，所以时间很珍惜啊，所以也提勉同学们啊，这珍惜时光啊，不要这一段而已啊，哎，能够就这样保持下去。 啊，这受用就大了。古人呢，珍惜时光啊，珍惜命光啊，啊，比黄金啊还珍惜。好，啊，那有位同学他就研究这个《孝经内外传》里面啊，他有分享一段啊，是杨真富啊有写到的论读《孝经》。 啊，这一位杨先生，啊，他谈到自己啊，啊在清晨，啊，静下心来打坐啊，啊，就回想，啊，自己已经成年了，整个回想啊，成长过程，父母照顾自己的点滴呀、啊，啊，尤其在孩童时期啊。 那父母是体恤备至啊！啊，哎，想到啊自己刚生出来的那一刻，啊，父母的心情，啊，父母的付出，啊，甚至于啊，在胎中的状况啊，啊，哎，在胎中，母亲一息，啊，我们也跟着。 这个频率在动啊，啊，母亲一呼，我们也呼，啊，哎，这样去感受啊，这个父母之恩呢、啊，在心中啊，自然就啊涌动起来，啊，传统文化第一个目标啊，恢复父子有情的天性啊。 我们的自信啊，明德啊，也是从孝亲尊师开发出来的，而且尊师啊，还建立在孝亲的基础上了、啊哦。所以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啊的特色啊，就知恩报恩啊，首先是父母恩呢，啊，再来是师长恩呢、啊。 国家恩呢？啊，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说了啊？这个东土啊，啊，就是指中国啊，有大乘气象啊，所以得东渡啊，到神州来传法啊。因为知恩报恩呢、啊，跟菩提心相应了，大乘所种发菩提心呢、啊。 好，哦，那这一段呢，给大家做个分享，啊，啊，因为刚好今天也是父亲节嘛，啊，这個、父生病啊，是未子劳成疾呀、啊，啊，母星忧啊，是忧儿未成器呀，哎，所以父父亲真的是很辛劳啊。 啊，是家的天呐，扛起经济的重担。啊，父亲的爱啊，比较少言语啊，但是你静下心来了，父亲的爱在哪？啊，在他的一个眼神啊，甚至是他在他的每个动作当中啊，都展现出来了。啊。 啊、哦，我自己回想，那父亲，男人是很阳刚啊，啊，但是考虑的也都很细呀、啊，哦，这个怕我们肚子饿了，啊、哦，都是出去帮我们买宵夜，哎哎，看着别人家有车了，啊、哦，自己其实经济是很困难的。 啊，买一台二手车了，啊，我们都要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了、啊、哇，那留下的是一生这个幸福的回忆啊，哦。哦，那我们啊，这个孝亲尊师的心提起来了。 啊，那首先呢，不让父母、老师、啊、为我担忧了，完了这个人修行就有动力了。你看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一句，孔子说了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喜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、啊。” 老师担忧学生这些地方啊、嗯，我们呢，感恩老师的学子，那体会到了，那不行，老师担心我什么，我就得在这方面赶快提升了，不能让他再为我担心了。啊，父母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报他们养老的恩来不及了，不能让他们操心。 让他们操心了，那欢喜就谈不上了。哦，这个算是最低标准了。哦，所以父亲节啊、哦，我们想想父亲还担心我什么？哦、要要让他们感到放心、安慰。哦、尤其呀、啊。 我们在座诸位仁者，啊，你们很可能是家里面呢、啊、整个学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枢纽。你说，哎，我爸爸妈妈比我早学呀、啊，可是你还年轻啊。 大家想一想啊，年轻的时候好修啊，还是上了年纪好修啊？老者戒之在德啊，因为你随着年龄增长啊，他有很多挂碍的地方，放不下的地方，所以啊，一家当中啊，年轻人修行要带头啊。 你不能要求老人呐、啊，啊、呃，哦，知天命啊！我们刚刚说知天命了、啊，哎，我们在家庭当中有天命哦，有使命哦。哎，我们家的传统文化、佛法的缘能有多殊胜呢？最关键的是我啊，哦，我那。 我我们家我第一个吃素的 <laughs>，我不是最早学的，哎，但是真的哦。所以，假如现在，哎，家里的人对我学习呀、啊、反对或者不理解呀，啊，不能怪人家啊，啊，得要反省啊。 哎，自己是不是有哪里不妥了？哎，学传统文化，学什么？学做人，学做事啊！啊、哦，请问大家，啊、呃，你做人提升了，你家里谁会反对啊？啊、哦！ 你做事提升了，你家里有没有人会反对的？哦，假如有，可以举手啊。我们在探讨探讨。哦，我不是一言堂啊，不是说啊，你们都都得听我的嘛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嗯、呃，有不同见解啊，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可以探讨探讨。啊，学问就是要讲究啊啊，大家可以探讨的。<laughs> 啊，不不能学之不讲哈、啊。 嗯。<noise> 哦，那我们说学习啊，慎思啊，啊，审问慎思啊，哎，怎么会出现家里的人反对呢？啊，有可能是我们做出来啊，让他们误会了，产生反感了。 所以因还在我们哦，不在他们哦。因为他们是为我们好啊，怎么会反对？可能在他们心中觉得写的太迷了，我得救他。<laughs> 对呀、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啊，一开始跟大家一起讨论《论语》啊，第五个啊，我们学习《论语》。 应应有的观念和态度啊。第五个大项就是建立正确的修学的观念和态度。其中有一点，传统文化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实质是我们放下多少习气，则格物的功夫。 而不在你休学的形式，哇，每天在那里念的时候，一念念很久，啊，你爸爸妈妈在那里，哎呀，都快上班时间了，怎么还在那里念呢？<laughs> 啊，搞得家里的人还挺生烦恼的，嗯，啊，一搞就是，啊，一看，哎呀，我儿子会不会出家了、啊？他是家家里面的经济重担啦、啊。 哎，《论语》讲人讲了一百多次了，一部书讲一百多次啊，就讲这个字。这个字是学习的重点。人，两个人，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，所以传统文化进步了，在哪里看到？能体恤到他人的心。 尤其能先体恤到身边亲人的心，你近处都不能体会，你还能体会远处啊？啊，近处不能感动，未有人及远者啊！啊，所以两纲八目啊，修身、齐家，再来才是治国啊，才是利益社会大众啊。 啊、哦，这个次第不能乱了、啊，所以这个不能呢、啊，修到相上去，啊、哦，是放下人，是自卑、尊人，处处体恤他人，把我执放下，这才有仁爱的功夫了。 跟大家复习一段电影情情节啊，《达摩祖师传》啊，这个达摩祖师进了自修室啊，四个人在那里坐禅是吧？打坐啊，有一个打瞌睡都已经摇头晃脑啊，最后把自己给摇醒了啊。摇醒之后，第一念看着别人也在打瞌睡，嗯。 其实自己晃的最厉害，没看到啊。嗯、哎，哦，我们学佛要谨慎啊，啊，一懂佛法了，其实可能自己在家里面修养最差了啊，但到处看别人。嗯、哎，好，一阵风吹进来，啊，把油灯给吹熄了，啊，他马上油灯灭了，啊，第二个人。 你为什么说话？第三个人，我们不能说话。第四个人，嘿嘿，只有我没有说话。啊，全军覆没啊,啊！啊，你看达摩祖师厉害吧？抓住这个机会教一点呢、啊，你看，去启发式的，不是骂人家一顿呢、啊。哎、啊，啊，拿着一个瓦片，啊，在那划划。滑 大师啊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啊，坐禅成佛啊！啊，我魔瓦成静，嗯，啊，他们马上魔瓦怎么可能成静呢？啊，那坐禅焉能成佛啊？啊，很巧妙了啊！啊啊，祖师说了啊。 你们只知道做禅而不知道为什么做禅。啊，你只知道做禅就做到相上，不知道根本是什么了，实质是什么了。执事废理呀，执了事，废了理了。理就是心呢、啊，忘了根本了。 哦，我们是修行啊，最难的就是不产生执着啊，因无所住啊，就是什么都不执着、啊，可是不容易啊。我们听一句话就着一句话，哦，刚刚跟大家说，法布施要变成习惯，我马上要补一句话了，不然大家又又着在这一句话上面了，哎、嗯，没有顾及到事了。 是吧？讲话的时机不多，不不对了，你不要硬讲了、啊，到时候要惹人嫌了。啊啊，执、哦、事废礼，在那做禅不知道为什么做禅，执礼废事，这个我们在跟家里人相处啊，很容易出现这个状状况。啊、哦，比方说，啊，无为不施得健康长寿啊。 啊，这是道理了，啊，哎，结果，比方说家里父亲生病了，啊，他生病了，这个本来父亲有吃肉啊，哦，那好了，嗯、哎、这个生病期间呢，哎，跟着我们一起吃素了。 啊，吃啊吃啊，啊，哎、对呀、啊，生病啊，无微不思啊，我、啊、一个吃素无微不思啊，才能得健康长寿啊，啊，哎，后来父亲啊，再去看医生呢，父亲问了一句话：“我可不可以吃肉啊？”医生说：“当然可以了。”哎，你是当儿女的了。 当父亲说：“我可不可以吃肉啊？”听是聪啊，哎，你从这个故事情节就会感觉到这个父亲啊，性格很不错啊，是吧？哦，不然他早怕拍桌子了。<laughs> 你看，我们一指理啊，就观察不到人家的善根。 其实啊，有时候我们父母的善根都比我们厚多了，但是我们学佛了，他们还没学啊。啊、哦，我们一看，嗯，这个你没做，那个你没做，都看不到他们的善根了。这叫一直成病啊！啊，哦，那这个啊、哦，后来回来啊。哦 哎，给父亲呢、啊？煮一点肉啊，三斤肉，哎，吃吃吃，哎，父亲肠胃啊好像又有问题了，啊、哦，哎，那这个事情经历了，要总结原因呐、啊，啊、哦，首先呢。 啊，父亲，假如本来没有吃素啊，哦，那他的身体呀、啊，他全部吃素，要不要适应？要不要调整？他可能会觉得好像没吃饱，肚子空空的。哦，所以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啊？一个人的习惯，他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 我们去体恤对方啊，这才叫弘道啊！不是有一个道理在要求、在希望对方这么做，而忘了我们有没有在当下去体恤他？这样我们就只理废了事。事情的实际情况，我们有没有很在当下去感受事情的情况，感受对方的心呢？ 感受父亲吃吃东西的表情呢？我们不能太粗了吧？粗心大意不懂啦、啊。哦，所以所以上一节课好像有跟大家提到了，我们每经历一件事啊，立誓念行尤其要练出什么呢？ 每一次经过一件事之后啊，能够知道问题的原因是什么，我们才能后不再造啊！啊，假如事情啊被人家骂了，骂完，哎，好倒霉哦，也不知道原因在哪，那以后还会再被骂，哎，因为不知道原因在哪。你看老和尚跟人家谈和平问题。 跟中医治病一样啊，你得把病根找到啊，对症下药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、啊。身身体是这样，人事问题也是这样啊，不能打迷糊仗啊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啊，随他去吧，哈、哦，这个老和尚这句话是不要放心上啊，不是不检讨啊。<laughs> 哎，哦，你不要，呃，什么事都不能静下心来反省，然后就把老和尚拉来电，呃，做借口了啊，合法掩护非法，随他去吧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啊啊、哦，想太多的人要，要要要，这个不要想那么多，都不想的人，你要正思维一下了，嗯、哎。 过犹不及呀、啊，这个都不对的。哦，哦，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啊，啊，这个啊，你们只知道做禅呢，而不知道为什么做禅，这样就不能见大道啊。啊，哎，有一个人问了：怎样才能见大道嘛？ 从根本修，什么是根本？心是根本啊！罪从心起还、啊、从心灭啊！啊，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啊，啊，只在表象上用功夫啊，徒然浪费时间呢、啊。哦、啊，这四个字很重要啊。 浪费时间了，嗯，哦，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啊，啊，不能直视废礼，也不能直理废事了，啊、哦，啊，这个做相上啊，便直视废了礼了，嗯，好。 那这个哦 <coughs>，就像我们学习孝道啊，这是心呢，心行一如啊，理事不恶，我们要落实在事项上了。哦，所以啊，不能让父母、老师。 在担忧我们了，啊啊！然后大家知天命啊，家里的法轮呢？这个枢纽啊，关键在自己了，嗯，啊，我们要请转法轮，请佛注释啊，不是先请别人了，啊，先请自己了，啊，尤其我们。 现在一起学习这一句啊，就是励志了。啊、哦，这个啊，我们对家庭的责任、团体、行业啊，甚至于是啊，传统文化、佛法，我们都要有一份责任啊，立一份志向啊啊，我们。 要跟岛上同台演出啊！啊，我们有这个心境啊，再来学这些句子啊，哇，那很相应了。哎，啊，那我们就神交孔子了啊，神交这些圣哲人了啊。那我们看到呢，啊，孔子。 啊，看到，啊，子路、颜回，啊，在旁边侍奉他，啊，孔子就讲到了，啊，何不啊，各说你们的志愿呢？啊，两百一十页，啊，讲要，啊，子路说了，我愿以我的车、马、衣服、皮衣。 啊、呃，与朋友共用，坏了啊，必知嘛，啊，用坏了啊，无憾啊，没有遗憾。啊，指路啊，重义呀、啊，所以亲力呀、啊。啊，哎，这给我们学什么？万物，把物质啊。 不放在心上，因为车跟马，哇，那在那个年代啊，就好像我们有一台啊宝马是吧？<laughs> 一台名车哦，舍不舍得给朋友朋友用啊？啊，这是轻财物了啊！大家要知道啊，修道之人呢、啊。 这个都是累赘啊，常常啊，舍不得啊，这个临终要自在往生啊，就很困难了。<laughs> 呃，看老和尚请教张家大师，啊，知道佛法好啊，要怎么很快切入呢？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、从哪里下手呢？布施。 子路是布施的好榜样了啊！把最贵重的东西呀、啊，都愿意借给朋友用，坏了他也不遗憾。嗯，哦，那我们读了这段话，马上回光返照了。哎，最近这一段时间呢，有没有人给我借东西啊？我没有借他，也很舍不得。<laughs> 哎哎，那老和尚。 也都表演给我们看了，他不施了，啊，最后很喜爱的东西也不施给别人，啊，这个是去掉贪心、坚定啊的方法，啊，当然了，你也不要太做太过了啊，啊，送一本很重要、很好的书给对方，对方也不看，到时候你。 查资料都麻烦，<laughs> 哦，这个都不是坐在象上的，这去自己的啊。假如这一部书啊，别人可能更需要。我虽然很喜欢，我可以供养出去，啊、哦，那这很难得了。哎，哦，所以这个法都要活学活用啊。 嗯，好，甚至于啊，你要捐东西啊，不要捐到你家里的人都跳起来了啊！啊，你你太太跟你没完了啊！<laughs> 呃，所以我我常常有时候提到这个居美星叶总啊，他要把工厂拿出来啊。做传统文化，哇，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去参学啊！ 啊、哦，当然要他们没办班哦，先约好啊，不要冲过去了啊！<laughs> 哦，到时候我给他们添麻烦了。啊，哦、那零七年就开始办学了，到现在十六年了。尤其在啊教育界，没有一年停下来在教育界办班。 哦，所以有很多教师跟了十几年了，很难得啊！哦，对企业界开课也超十几年了。闻道有先后啊，术业有专攻啊！哇、哦，对企业界弘扬传统文化，在现在是重中之重啊！为什么？士农工商现在商地位排前面去了。 哦，这些企业能学得好，他一表法，哎，社会大众啊，相信了、啊。嗯，哦，那当时候要拿出来，啊、哦，啊，这个叶总马上，哦，我要回去问我父亲跟我太太，啊、哦，我马上很欢喜哎、啊，会有你看人家尊重自己的父亲跟太太，啊，夫妻是一体的，这不是挂在嘴上讲的、啊。 尊重、爱护，啊，好，那这个是从啊布施这一方啊，你也要考虑到家里人，哎，好、哦，比方啊，我们说顺治很重要，对老老人来讲，要懂得顺，啊、哦，老人说你存点钱嘛。 哇，越说越多啦，佛门舍一得万报啊，你父亲越听越生气了，<laughs> 你子女费事了，费了什么事？你要体这个实实际的事啊，你要体恤你父亲目前的认知程度啊。教人以善，勿过高啊，当时机可从。所以你看，你搞的。 你你都做这些事情，难怪他说你学米了，<laughs> 学到布施出去了，也都不留钱，孩子以后读书怎么办呢、啊？哇，你看你们家被你搞的，恒 <laughs> 顺众生啊，存一点就存嘛，安他们的心嘛。你最静的人的心你都安不了，你要去安众生心，哎。 都要考虑到，好、哦，好，哦，所以这个一个人单身，跟娶娶妻了啊，成成立家庭了，跟有小孩了，跟父母住了，这些姻缘一不一样啊？都不一样呢。 万法因缘生呐、啊，你这个法可不能用的死死板板啊！同样的，你开家公司做领导了啊，员工的薪水啊，这些都要考虑的、啊。哎，你的一点考虑，你的员、呃、工是能感受到的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啊、呃，这五伦关系里。 呃，人家在哪里体会啊？在我们的一言一行、我们所做的事当中，让他感受到的，不是你讲的很好啊。有时候讲的很好，事没有做出来，适得其反呐、啊。还有个是布施方啊，接受方呢，这个也是要懂人情世理的。啊，韩英馆长给我们表演了啊,啊，一个太太。 拿了一大笔钱来，哦，不是哇，太好了哦，不是这样的，先问他了，这个钱你先生知不知道啊？不然呢，你造成人家家庭纠纷了、啊。我们是人人弘道啊，我们自己展现佛法给人家看呐、啊。佛是什么？慈悲为本，这是佛法、啊。 你替他着想，就展现慈悲了。你不能看到钱就慈悲就忘了，只在那高兴而已了。那那麻烦了，那这样搞下去啊、哦，我看搞的也不是佛法，搞的是名闻利养去了。嗯，哦，所以啊，人家来做义工，内财布施啊。 啊，不是，哎呦，有个人手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啊，他来了，我们能不能护到他的修学呀、啊？啊，工作人员修学都不能得利了，广大的大众能得利吗？哦、啊，可能得利了也不长久啊。为什么？你身边的人都没得利啊？啊，最后，啊。 人家怨声载道啊，啊，最后相信的人也不相信了。哦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呢、啊，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呢、啊。你现在有口碑，这个口碑能不能长久啊？哦，我能跟大家分享这些啊，是因为我以前错的太多了。 啊，幸福人生讲座办了很多啊，啊，外面的人都幸福了啊，我身边的人，哎呀，蔡老师啊，跟着你干的人怎么都这么瘦啊？啊，<laughs> 哦，所以我我是比较有惨痛的经验啊，哎，供大家啊不要走这些弯路啊，嗯、哎，啊，这个是万物了。 哎，接着我们看呢，这个颜渊说了：“啊，我愿呢、啊、不称赞自己的善事，啊，不以劳苦啊施加于人，好、啊，啊，无法善，这个法就是称赞，就自己称赞自己了。” 啊，老和尚，那我们要扎三根呢？啊，太上感应篇说，不炫己长啊，啊，常常炫耀自己啊，这个德行的根就不牢了。而且我们想一想啊，我们会忍不住要称赞自己啊，这个心地上是好什么？好名了。 所以这个颜回这个表演呢、啊，忘善，自己做的善事啊不放在心上，自己只要放在心上了哈、啊，就希望别人看到，希望别人赞叹。哦，你假如这个没放下哈、啊，你听人家讲话会很不自在。哦，比方说听到人家讲到你做。 做的那件好事了啊，一听开始心脏砰砰砰砰，哎呀，他接下来是不是要赞叹我两句了？啊，结果听了老半天，怎么还不赞叹呢、啊？最后没赞叹，脸又很臭，嗯，啊，观自在菩萨，啊，从一开始就要观了啊，在那里一直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啊，在那一直等着别人赞叹，苦不苦啊？ 嗯。哇、哦！所以这个，我们学传统文化，首先要认真认识真心，真心啊，才能真正快乐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！不顺着真心啊，这个随顺这些财色名利啊，哇，那太辛苦了。心没有安定的时候啊，哎、嗯。 哦，所以这个这个启示啊，啊，这个旺善的表法，啊啊，没有铭文的心，啊，应该讲啊，啊，这个旺善呢，比万物难。哦、啊，很多人很慷慨啊，很愿意布施啊，但是他很希望人家赞叹。 啊、哦，你看，插很很肯布施，但插香都要插第一支。<laughs> 嗯。好，所以溧养跟铭文呢、啊，铭文的难度更高了。<coughs> 哦，再来呢，无施劳啊，啊，这个师就是安置，啊，施家，啊，好，那。 后面的啊、哦，这个两百一十一页有提到了啊，言子有善而不自称呢、啊，卿大夫当如此。好、哦，卿大夫对国家贡献很多啊，但是不要放在心上啊，不然有时候会啊居功自傲啊，惹来杀身之祸都有可能啊。好、哦，不施劳于人民啊，国君当如此。 哦，那当然，这个传统化是“小大圆融”啊，啊，啊，清大夫国家呢，是在一个国的层面，大方面的。其实这个拉回来，我们的修身呢、啊、修心呢，也都是很受用的啊。啊，第二句呢，无私老，啊，不施加这些。 过分的劳务啊，给人民啊，因为以前呢，啊，有一些公共工程呢，需要人民的力量啊。这个《论语》另一句说了：“ <laughs> 使民以食。啊，你让老百姓去服劳劳务的时候啊，要在他有空的时候。 农闲的时候，你不要他农忙哇，农忙有时候，尤其夏天呢、啊，那那个时节因缘，你错过一天都不行了啊！这芒种啊，那些那些呃、啊、时时期一错过了，他可能农产就收成不了了。好、啊，哦、啊，而且呢，你请他仆劳务啊，最多三天。 还是有节度的。哦，那文王时期啊，啊，为了观测天文啊，要建一个灵台，百姓知道这个消息啊，主动来帮忙。哦，然后呢，文王也没有定多久要给我完成，没有，结果百姓主动来帮忙啊，很快就建好了。 看那看不到的东西呀、啊！看百姓的心存在哦，肉眼看不到，但存在哦。吧，呃，文王对百姓很好啊，爱人者人恒爱之啊。啊，一了解他什么需要了，不约而同来帮忙啊。哎，结果夏桀、商纣，夏桀啊，不分农时啊，把。 老百姓调来了，老百姓生活都过不下去了，那最后当然反弹了。哦，所以从国军呢、啊、拉到我们身上来，那我们有可能负责一件事啊，负责一个部门呢、啊，啊、哦，负责一个团体呀、啊，啊，我们在分配工作的时候。 啊，心有没有柔软，能体恤到他的工作量？不能过了。啊，这个人能红道啊？我们不是讲课的时候红道啊，是我们当下我们的心念，我们处理事情，啊，能不能把这个人字落实下去了？替人家着想了。 啊，所以这每一句，我们不管什么身份呢、啊，现在都能落实了、啊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佛法传统化很灵活的，嗯，我们得活学活用啊，好，时间到了啊，超过了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